想我哋去乡下个得楼。今日缅怀书剑，就为故下扁舟咧长夜叹个寒更啊。只有矗立的碉楼依旧，鉴证了历史的点滴。祖先的祠堂记录了先祖的荣耀。命运带领我回到这里。2009年中秋之夜，国际华人交通协会美国德克萨斯总会会长张伟明先生在太平洋彼岸的联欢晚会上，用英文朗诵新创作的祖诗《开平之爱》。Hello, man. I'm Chinese. I'm John Wayman. 他是从广东开平来到美国的第五代移民。2003年，陪伴年迈的母亲回乡下寻根，踏足开平。人生第一次见到乡间一座一座的中西合璧、历尽沧桑的碉楼，震撼了他的心灵。Before 2003, I was a banana, a Juxin. I looked yellow, Asian, but inside my heart, I was American.回到祖居，张伟明才知道祖父在1923年带爸爸去了美国，之后就没再回过乡下。直到美国废除了排华法，祖母在1966年才拿到移民签证。在祖父寄回乡下的血汗钱所建的楼房里面，祖母整整守候了43年。那份坚忍，那份忠贞，令到张伟明感触万分，心思神往。他每年都回到乡下碉楼寻找那份精神寄托。我们开平碉楼是穿西装的碉楼，所以全国来看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从全世界来看，他都是独一无二的。2007年6月28日，开平这个小小的县级市突然给世界和中国一个惊喜。这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正式将广东开平碉楼和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平的碉楼和村落究竟为什么能够为一种现存的，又或者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甚至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呢？我们开平碉楼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广大的华侨主动去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又去融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一种好的特色的这些乡土建筑，而且规模非常之多，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栋，现在现存的有1833栋。开平碉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开平地势低洼，尚有鸿胪之忧，加上朝政腐败，盗贼猖狂，民间形容一个脚印三个贼。据讲最早到庐阳村定居的卢恩公的仔，为了保障族人和乡邻的安全，先后修建了坚固的碎云楼和迎龙楼。一有匪情又或者洪灾，村民都可以匿埋入楼里面暂避。而迎龙楼仍保存至今，默默地守护了400多年。碉楼我们入去都知道，因为那时以防御为主，那窗又没那么大，又不敢开那么大的走廊，又不敢，就是门都没那么大。清朝顺治6年，1649年开平设县，官民企盼从此太平，故取名开平。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日渐颓败，开平包括台山、新会、江门、五邑地区人民迫于生计，开始大批出洋谋生。后来美国、加拿大等等的国家实施排华政策，海外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华侨只能够将传宗接代的期望寄托到家乡。他们将起屋、买田、娶妻看成在外拼搏的最高人生目标，不断将自己积蓄的血汗钱寄回乡下买地起屋。侨眷和富裕人家仲成为了当地匪徒抢掠的目标，甚至连县长亦被掳去勒索。2022年咧，英村碉楼曾经发生一件事，17个学生同老师被啲贼抢走，
咁英村個探照燈咧就啱啱照到嗰啲賊帶住啲人走，咁就響羅命中，咁然後啲村民出嚟咧就救翻嗰十七個師生。咁呢件事使到全開平嘅人覺得哇，碉樓真係好大作用咯。村民寫信俾海外嘅鄉親，告知英村碉樓退匪事件，一傳十，十傳百。冇几耐，世界各地开平嘅华侨都知道碉楼退匪事件。开平乡村好多都系同姓聚居，村民有亲戚关系，呢一种社会动员力好大。好快，华侨纷纷咁寄钱翻乡下，于是每一条村都建起咗保护家园嘅碉楼。开平碉楼按功能分为众楼、居楼、更楼三种类型。钟楼由全村人家又或者若干户人家集资共同兴建，每户分房一间，作为临时逃避土匪又或者洪水使用。居楼一般是由富有人家独资建造，结合防卫和居住两大功能。楼体高大，造型美观，生活的设施完善，起居方便。呢啲天窗有啲咩功能呢？可以方便將啲大型嘅家私吊上去，除此之外，佢仲可以通風、通光同通氣嘅。仲有一個功能就係通聲啦。喂，樓下有飯食未啊？第三類型嘅係更樓，主要係建喺村口或者村外嘅山崗、河岸，高耸挺立，視野開闊，方便可以提前發現匪情。鐘樓、居樓、更樓無雕不成村，就成为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平乡间的壮丽景观。这条村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就叫做加拿大村。据说当时起屋的村民都是加拿大的华侨。加拿大村原名是耀华坊，十座楼房建于三十年代，青砖高墙，曲径通幽，用混凝土营造的罗马拱门石柱，气宇轩昂，意味深长。七十多年的过去，这里仍然一派田园风光。春月楼占地的面积最大，主人关国暖是加拿大村的灵魂人物。先是关国暖，即是春月楼那个楼主，他去了加拿大，然后他自己做了间药材铺之后，他就一个一个把村入边嗰啲兄弟带出去卑斯省啊，维多利亚。然后咧又要带他哋，你在我度做嘢，好啦，做一段时间你唔好做啦，我打本俾你，只要自己去独立去做生意。以呢一种方式，每一个效力者都是在前面嗰个人嗰度做嘢。加拿大村当然有碉楼啦，佢就喺春月楼嘅前面。装饰虽然简单，但一般都是在上部建有圆挑的全封闭又或者半封闭的角堡，俗称为燕子窝，来设窗眼。在紧急的关头，村民可以用来观察敌情，打击匪贼，是开平碉楼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建筑师着力运用外国建筑中的穹顶、山花、柱式等等的建筑元素，大做文章，形成了千楼千面的建筑式样，折射出碉楼主人的经济实力、审美情趣和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程度，使到它成为了留置于故土的一片精神守望地。开平碉楼大规模兴建的年代，正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国内一些沿海大城市的西式建筑主要是被动接受的舶来品，而开平的碉楼群正正是中国乡村民众主动接受西方建筑艺术并且与本土建筑艺术融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他们面对外国先进文化时候的一种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司徒小姐，我想問一下你咧，點解錦江里嘅呢啲碉樓全部都咁高、咁大、咁靚嘅？係啊，因為喺碉樓咧，亦都係一種攀比心態咯。即係頭先講攀高，咁但係佢都要貪靚噶嘛。嗱，如果碉樓咧，佢單係啲靚嘅咧，係一二樓咧，啲人睇唔到噶。咁但係你翻到嚟起間樓咧，啲靚嘅嘢咧，全部擺曬喺最頂嗰兩層。啲人遠遠都見到嘛，所以佢要起得高啦。有人將上海外灘比喻為萬國建築博物館，而開平係萬國建築之鄉，就當之無愧。古希臘嘅柱廊、古羅馬嘅柱式、拱券同穹窿、歐洲中世紀哥德式尖拱同伊斯蘭風格嘅拱券、歐洲城堡嘅構件。葡式建築中的騎樓、文藝復興時期和十七世紀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等等，在開平都可以隨處可見。但是在華麗背後，碉樓的故事有喜亦有悲。喜的是新居建成、吐氣揚眉；悲的是無法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女人要獨守空樓。佢要結婚啦，那個華僑冇辦法到嚟，咁佢係抱住一個公雞嚟拜堂嘅。之後咧，佢個華僑咧就一直未翻嚟過，咁佢一直到八十幾歲，一直咧守住個碉樓，係等住老公翻嚟。一直結果咧，個老公都過咗世都未翻嚟。開平碉樓不但展示出南中國鄉村堅韌同開放嘅精神，亦係抵禦外侮、保家衛國嘅歷史見證。開平母親河。潭江和藤交河交汇处有一座七层高的碉楼，从1913年开始扼守江边，守卫开平最重要的水道。每当看到碉楼身上的累累弹痕，总教人无法忘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灵。1945年七月，侵华日军垂死挣扎，再次入侵开平，七位司徒氏乡民在南樓英勇抗敵，堅守八日，彈盡糧絕，最後被施毒氣殺害。慘絕人寰的日軍將七勇士拖到司徒氏圖書館門前，肢解碎屍拋入江中，後人以詩歌詠：四鄉七士守南樓，取義成人熱血流，勇擲頭顱為國族，靈魂壯士表心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了。这条运河就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开平亦都有一条人工运河，虽然只是一条私家运河，但是都通向世界。一公里长的运河沟通了开平著名华侨园林、立园和潭江。华侨回乡一般循水道，从港澳、南洋坐船到江门，再下潭江，河网密布的五邑大地形成了一个便利运输的系统。舟车往来，有河自然有码头。立园的码头和普通的码头不同，隐蔽的铁闸是秘密通道的入口，地道是通往园内唯一的碉楼乐天楼。原主谢维立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旅美华侨富商。1926年，谢维立奉父亲之命拎着巨款回乡下买地兴建家园。乱世盗匪横行，堂弟谢一鸣被绑架了两次，但是这样并没有吓退谢维立。他先将碉楼起好，然后才精雕细琢一座又一座富丽堂皇的居楼。立园用主人的名字命名，但是更深的意思是立德立人。去看过立园，立园有两栋很有特色的建筑物，一个是花亭阁，我们叫做花开富贵，上面就是被那些攀藤植物在那里开花的，底下是养金钱龟的，叫花开富贵。旁边还有一个建筑物是鸟巢，鸟巢白鸟龟巢，嘅意思就係我哋嘅子孫後代喺海外，唔理你係五子登科又好，飛雲騰達又好，你到一定要熱爐歸根，一定要翻我哋鄉下嚟睇一睇。立園用咗10年建造，
集传统园艺、西洋建筑、江南水乡特色于一体，在中国私家园林中堪称为奇葩。但是天意弄人，七七卢沟桥事变，为了避战乱，谢维立一家人回到美国，直到他逝世都没再回来这个教人魂牵梦萦的故园。中国改革开放，谢维立后人陆续回开平寻根。1999年，谢维立的三太太正式将立园托管给开平市政府，沉寂了大半世纪的立园最终才向世人揭开他神秘惊艳的面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开平碉楼和村落，包括智力村碉楼群、锦江里碉楼群、马钢龙碉楼群、方士灯塔和最古老的迎龙楼。他们不单止见证了中国乡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和侨乡人民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更加寄予了中国人的传统环境意识，体现了人和自然完美的结合。2006年9月，联合国世界遗产评估专家来到马钢龙，站在高处展现在他前面的是一幅如诗似画的梦幻奇景。寂静的山村，茂林修筑，被一座座仿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点缀，不时传来蛙声鸟鸣，专家都为之感叹，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三间两廊是开平民居最大的一个特色，在中西合璧的居楼里面仍然保持着这种格局。不过通常这种格局只是在地下这一层才出现，到底为什么呢？马钢龙村民建的碉楼称为炉，虽然外形是西式，但是内部强调的都是家族观念，分灶不分家，灶口多人丁旺，以龙为本。开平人多地少，华侨在海外受到西方建筑的启发，将中国的传统大院变成了高楼，第一层设中堂，即是大厅，摆设以中式为主；第二层是厢房，长子和次子的卧室，家族祭祀的场所，祠堂就搬上了顶楼。神龛上的鹰显示这一家的主人是墨西哥华侨。我知道这个碉楼其实就是祖屋，咁啲祖屋祖坟咧系大家对佢感觉非常之深嘅。每一栋碉楼入边，依家都还有佢嘅祖先嘅呢个牌位啊，啲神牌啊。所以咧，逢年过节，海外嘅华人华侨咧都要寄钱翻嚟俾屋企嘅乡亲，帮佢打理好，包括拜神啊，寄托佢嘅对先人嘅呢啲怀念。无言嘅碉楼记录咗开平人一段难以忘怀嘅历史，佢系人类生存奋斗嘅一个缩影，系世界文明嫁接之花，更加系散落五洲开平华侨后人嘅精神图腾。美籍华人张伟明对住我哋嘅摄影机，继续细说佢嘅故事。When she saw her again, she was an old lady. You can see the contrast. Yeah. So that's a special story, I think. And because of that, I composed a poem, Lost Love. 伟明希望将诗献俾所有开平嘅华侨。再无眠嘅金山，风暴将我唤醒。梦中回忆，我在开平留下了一份不朽的爱。我们为什么无法分享生命，而你又无法在我身边呢？为什么你又无法感受到我的爱呢？为什么你会离我如此遥远呢？我将与你永不分离，没有道别，没有再爱的女人，我将终生为你守候。在中华民族当中，很难再找到一个文系好像客家人那样有扑朔迷离的身世。汉族八大文系之中，唯有客家人不以地域命名。想知道为什么？浩瀚无垠、星河灿烂的太空，有哪两粒行星是以香港的客家人命名的呢？请继续收看下一集《世界客都》。